无法进入的，而且我们这次的目的也不在此，而是必须尽快破坏设在外围的通讯系统。只要破坏掉左边的雷达站，以及右手边高楼上的大型通讯台，商鹰的通讯系统将会瘫痪大半。这一战，此地区哪来的？你两一无所知。 必须承认，你不是我见过的最强的战士，但是是最勇敢的。都清掉了吧！尽快前往右边大楼，在沙鹰援军到达之前，摧毁通讯台。 自以为破坏了我们的通讯中心，就能阻止沙鹰的脚步。这里不过是蜥蜴你们掉进来的陷阱，好好享受最后的呼吸吧。<笑>不好，那个叫做 Abt 的家伙带人来了，必须消灭直升机送来的援军，不然我们的后路将会堵死。 结束战斗了吧？快撤！他们很快就会再派人过来。